是门吗？这个不是门吧？低至几块几，高至一万多。准备好了没有？三二一，开始！冲啊！对啊！这个超级面膜 ，SK 就礼盒拿了 ，C 级的礼盒拿了。还有四十秒，跑起来！哇！以后这样好不好？粉丝逛仓库，我们就放全部都是八千一万的放来。来吧，开始吧。来吧。等待是漫长的，再不来的话就没有时间逛仓库了，我就要上班了，我上播了之后就没有办法了。哇，这里好好看啊！我天哪，这是紫。哇，今天毛不一的那个吗？对。这仓库怎么那么浮夸呀？这个是什么呀？黑洞。这是门吗？这个不是门吧？是门。不是吧？这个是哦。哦啊所有女生光临李佳琦仓库，不要被婚礼现场所昏迷住。可以，佳琦今天啊，就是他本人啊。好的，好的，这就是他本人。那我架着他走，架着他也可以啊。不可能，应该肯定哪里躲着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盒子里面，真的，你来看，这盒子里面。救命啊！我这个耳朵要聋了。你为什么要哭？真的哭了，脸麻了。我真的有点控制不住。没事。脸麻。所以我本人应该比直播间要好看很多吧？好帅呀！能大声说出来，永远不服李佳琦。谁是水丽媛啊？我这位啊，你是水丽媛。听你上面的简介，上面写的是从来不化妆，仓库里所有东西都是化妆品跟护肤品。没事，我拿回去送人。拿回去送人，不是应该自己用吗？自己浪费太多了呀。你浪费了。不会，我今天给你好好安利一些化妆品，好不好？好，看你能不能安利成功。那今天邀请你们来到我们的仓库，是因为你们24号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参与了，然后很幸运的抽中了7位，但是有3位女生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然后因为可能疫情的原因就来不到现场，所以今天就是你们4位先代表要来到我们的仓库。没错。所以你知道今天的游戏规则吗？啊？还有游戏规则吗？当然啊。不是白拿的。我可以说一下，这里面低至几块几，高至一万多。哇哦！对，所以看你们对我们直播间的价格了不了解，好吗？嗯。如果有需要场外求助，就求助我跟旺旺和一文姐，好不好？好。临时求助一文姐，临时不用拿。要的。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紧张啊！我在抢仓库的这个，我开始紧张了，其实是很心痛。来，准备，三。二一，开始！冲啊！这个，对呀、啊，洗呀、啊，拿面刷，对呀、啊，这个要拿，对呀、啊，还有那个，对呀、啊，不知道该拿什么了，靠你了。这个是什么？精粹水吗？就是这个。拿这个吧。好凉啊！放里面，冷妹还要想什么？就冷妹再看看谁是谁。我想问你，就是比如说我妈她可能就是那个年龄层啊，她就是鼻孔毛大，就是鼻孔毛大，鼻孔毛多大？鼻孔。你妈妈这样子应该不开心的。
就鼻子毛孔大。嗯，对，这个意思。是是是，那你就拿一些控油的比较水乳套装之类的给妈妈。控油的话 ，SK 就神仙水或者是 IFSA 这边都可以。可以。对，抗老精华的话，你就选红腰子精华呀。然后包括冷媚有精华呀，还有那个 YSL 的精华都可以拿。好，有没有欧龙啊？欧龙啊，欧龙的那个香水。妹妹，有些时候该拿套装拿套装，比方说有时候抬头看就能看到蓝色的包装，就在 SKI。一文姐不能这样放水的吗？一文姐，我太爱你了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拿欧龙的香水？我昨天就是去逛商场嘛，我闻到那个无极乌龙，巨好闻。你先去拿别的，我帮你找无极乌龙。靠你了，来无极乌龙，谢谢，好快乐，谢谢佳琪，好快乐，太爽了，太快乐了。只有你一个人的行李箱是最空的，我是吗？我拿了好多呀，哎，这个超级面膜，对，对呀、啊，哎，你们没有抬头看一看上面吗？看的那边不拿吗？哦，我要这个。去拿再说吧，真爽。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们安排一个时间，让他们现在就是不急不慢在挑选。对，就是一点紧迫感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距离我上播还有最后的一个小时，你们要赶快了。挑一个小时，但是购物不就是精挑细选？对啊，要慢慢的。那只有十分钟了。我现在很迷茫哎。我也很迷茫。你有什么好迷茫的？你 SK2 礼盒拿了 ，Sisley 礼盒拿了。你还迷茫？你放不下了已经，很厉害，你真的是拿呀，还要看，不要看了 ，Sisley，SK2，剪刀石头布，呀，我赢，霸王木鸡，拿，我拿回去送人。这个是什么 ？Never 的。他把胶囊的礼盒打开，他们上面有胶囊礼盒。哇哦，还有手机，这仓库真的很好逛哎！我就要这样整他们，就要把这些放到那种很不起眼的角落里。不要了，藏起来，就把隐藏起来，是找得到。我跟你说，绝了，绝了！是这个吗？是这个？这啥呀？哦，娇兰，娇兰的，我能问一下这里面是什么吗？你还要问？看这个价钱就拿呀！现在女生怎么是这么就务实啊？理性的，对，因为我怕不适合我的肤质。那我帮你看一看，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好的，应该是万源面霜，对，就是崔兰面霜。你很厉害，你找到了我们隐藏款的最贵的。我没看到，是我看到你一直在那边，我以为是这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我们刚刚提醒了很多哟，就是在各个的小细节都会。什么地板上也可以看一看啊。Oh no！ 地板上。哇！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他竟然找到他了。但是我不想要。什么 ？Sisley 哭泣，那个好真好，那口。Sisley 流泪 ，Sisley 的什么？8000块钱一组的精华。哎，也放下了。哎，也放下了。哎，他们都放下哎，为什么？以后这样好不好？粉丝逛仓库，我们就放全部都是8000、10000的放来，他们8000的不要，10000的不要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我管它是。就是大红瓶和小大红瓶精华和大红瓶面霜，看了。哦，好的。他把 SK 就放下了，5999。这个我现在还不是说特别需要换手机。OK。还有40秒，跑起来。他说的手机好像在藏在哪？他说手机在这里，正在眼前。10秒。没看到手机。9。手机就在你面前。8。哪里啊？这。7。要吗？拿一个吧，先放着。4。哎，你们凑金额拿点零食，我真的。你过来看看零食就很。很不想把最这一分钟花在那个零食上。哇哇，我跟你讲，等会你们会嘤嘤嘤的。停。
你们就刚刚应该疯狂拿啊。没有拿到这么多钱。没有拿到这么多钱过。脑子是懵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下来结账，我们先带你们去我们给你准备的一个，就我们相互聊聊天的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好。让你们先休息一会儿，我们来看一下去啊。来，这边走。所以你们关注我们直播多久了？我从2018年的时候。你2018年就看了？嗯，也差不多吧，可能2018、2019，大概2019年吧。2019年。对，我应该是580天前。这么准确？我是朋友推荐的，他们在说直播买很划算。哦，所以你朋友知道你来我们这边吗？来。然后他们怎么的心情？羡慕、嫉妒、恨。全部叫我爸爸。所以你们第一下知道自己中奖是什么时候？那天就是会有陌生人来评论说你中奖了，然后我才知道。哦，所以其实你们早就睡觉了。今天早上醒来，天哪，好多信息。有多多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那么多信息，滑了好几下才滑到最底下，才发现是中奖了。我本来是躺着的，然后中奖了，整个人翻了起来，难以置信。真的就是，然后打字都是手都是抖着的，真的吗？就是有点控制不住，这种事情会落到我身上那种。对，所以我们真的，我们的抽奖都是真实的抽�奖。这次中奖，中完奖之后立刻去捐了100块钱。我有看到微博，对，真的很搞笑，大家真的很搞笑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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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以后大家都要这样学习，就每次中奖都要捐一点钱出去，又可以做善事。对对。然后我听我导演说，他说你们有非常多的问题想要问我。有。那来开始吧。对，我会有请我们两位经纪人回答这个问题。对，快点快点。你现在行程这么忙，就是你白天工作那么忙，晚上还要就是整场直播，基本上都精力充沛，你怎么办到的？首先第一个，我觉得是热爱这件事情，就是我相信你也对游戏中会比较热爱，就比如说你会去柜台看香水和闻香水。对，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把握住幸运这件事情吧。我觉得我可以成为李佳琦，所以我很幸运，我不能去浪费这个幸运。对，然后因为这是我的工作，这是我热爱的东西，所以我会把我全身心的100%的状态投入进去。第二，如果你们晚上有时间可以看我们现场直播的话，你们又会觉得哇，跟直播就跟用手机看直播的完全不一样，很有趣。当然可以。特别想看你的直播间。我们直播间很乱，就是会很多人。你直播不是比较晚吗？是。就想知道怎么倒时差是吗？就习惯。那会有什么娱乐吗？娱乐吗？就化妆的时候打两把游戏吧。对。你平常保养嗓子的方法都有什么？没有保养。没有保养。对，就一直是用喉糖啊、药啊。就上直播前半个小时雾化，雾化完了之后下了不再雾化，就会保持嗓子还出得了声音。我替别人问一下，下次抽奖什么时候？下次抽奖9月9号吧，九九大促吧。对，所以你们看直播这么久，有没有什么对我们直播间的建议？没事没事，我先帮他耳朵堵住，你们尽管发言，他自己看回放就知道了。说不来，因为中奖之后我就没看直播了。啊！把他给我带出去。因为想着可以来拿，免费拿也不用买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以后再也不抽奖了。好，我在你们来之前，我也个人准备了一些礼物。喜欢狗狗，把 Nav 放进去吧。辣椒入室给他，科研是安白瓶，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就送给你们。首先第一个玲玲，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因为你上面写了说你很想要一个 Never 的没有买到的东西，对吧？浴巾，然后小猪猪的浴巾，然后你今天就抱的是小猪猪，是我喜欢的颜色。然后你说你想要美白，所以我给你准备了自己非常喜欢的科研是安白瓶，而且我拿的是50ml 大瓶的。好像你说的是你想要给妈妈准备，妈妈是混油皮，对，就给你妈妈拿了一瓶 Sisley 的全能乳液。天哪！就妈妈洗完脸就一下搞定，就用它。这是你的礼物，谢谢，是代表我个人送给你的，好，所以不算在49999里面哦。再一个是亚亚，你好像是混合性的肌肤，然后偏干的，混合偏干，所以我给你准备了海蓝之谜的肌萃水，然后我给你推荐一个神器，这个巨好用，就是娇韵诗黄金霜水，这个我在用，好用，是不是？也是拿着大瓶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来，小高，24岁，然后比较年轻，然后就想要初入职场，然后又是个油皮。DW 的粉底液，就是我觉得夏天化妆持妆很好的一个粉底液 ，IFSA 流金水，修丽可的，
那个发光瓶。今天没有带的，对吗？你没有拿到，对，今天一排修丽可竟然没有人看到，修丽可都要哭了。还有梦婷，因为你29岁，对吧？我应该记住，对，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抗初老的，而且你说你不怎么爱保养，就是一瓶水一瓶面霜搞定，就红茶。我用他们的那个涂抹式面膜，很好用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很会买东西啊！跟你学的，先涂一个，然后再贴一个片装的，是不是超好用？这个你用起来，好不好？这个你用起来。然后还有一个礼物，就是你写的心愿，就是想要一台 Switch。对，我帮你准备好了。哇，嗯，到时候会寄给你，好吗？非常好。对，就是喜欢打游戏，喜欢在家里看漫画 ，Switch 帮你准备好了。那你们吃吃喝喝，然后等下带你们去直播间玩一下。辛苦大家，数量填二，好吗？来，我们已经万分下架了，大家赶快自己去拍，数量填二。谢谢大家，继续我们来下一个。我觉得你要帮我去做下功课，看他们就分别的喜好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帮他们再准备一套就精心的惊喜的礼物给他们，好吗？邱晨琳，风里雨里，我在仓库等你。今天要好好休息哦，明天看你能来多少。在哪里啊？你们台看啊，那边不拿吗？好，那我帮你看一看，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太爽了！这是混合性肌肤用的，我们可以帮你寄的，不用你们搬回家的。这里面什么？帮你看。哇！所以有列好你的清单吗？还没有。Hi, room service. 然后那我等一下。那你慢慢说，慢慢上。哈！所以练手啊你。哦，这没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好吧，不重要。Hi。他没有吓到啊，完全没有吓到。吓完了，吓完了。